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一起玩。今天我们来玩面包超人的扭蛋，都是他们的大号人偶呢。我们先来看看面包超人的，果酱爷爷就是做这样的脸给面包超人换上，这样他就又充满能量了。这是扭蛋纸，这个系列有六个人偶，你们喜欢哪几个呢？还有拼的方法。哇，好简单，只要把身体打下来就可以了。哈哈，看到它就好想尝一下它的红豆面包，听说很好吃哦。还有上一次玩扭蛋抽到的这两个，你们喜欢哪一个表情的呢？两个都很可爱。接下来是细菌小子，他头上这两个是什么呢？有什么用呢？大家知道吗？他总是很爱搞破坏，老和面包超人对着干，也是个贪吃鬼。然后我们来看看红精灵的，他的头上也有一个像细菌小子那样的东西，他是细菌小子的伙伴，但是有时候也会捣乱。你们知道他喜欢谁吗？好的，接下来这个是谁呢？绿色的身体，也有一件披风。江江是甜瓜超人，被他的拳头打中会觉得很甜蜜哦。这个巧克力颜色的头是谁呢？身体是橙色的，同样有一件披风，可以在天上飞。哇哦，是咖喱超人，他可以喷出热乎乎的咖喱来对付坏人，他做的咖喱饭也很美味哦。最后一个了，灰灰的头还有身体是谁呢？头上还有四个像螺丝一样的东西，哎，这是一个机器人，它的眼睛是两个窗户。大家知道这是谁吗？知道的欢迎给我留言哦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面包超人扭蛋，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。